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This is Blair. Hey, guys. This is Summer. 欢迎大家收听早安英文。Hey, Summer. 最近豆瓣评出了2022年的英美新剧榜单 Top 10啊，你有关注吗？ Yeah, I just checked out the list. 昨天正好刷到了啊，里面有几部我还都蛮喜欢的，像《黄石1883》《和平使者》Peacemaker. Yeah, those are really good shows.但是啊，榜单上大部分剧我发现我都没看过呀。Which is a good thing, isn't it? Yeah, 这么多的好剧推荐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剧荒了。Okay, so speaking of which, 对于英语专业的我们来讲啊，看美剧、英剧这件事啊，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So, when did you start watching these TV shows?Wel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s I can recall,、mm-hmm. 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部美剧就是 Gossip Girl, 绯闻女孩呀。Yeah, 当时谁还没看过纽约上东区的爱恨情仇啊、mm. So, my first show was Sex and the City. 啊，欲望都市，对吧 ？Yeah. 然后呢，当时年纪比较小，所以很多的情节呢都看不懂。看不懂，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对你的听力和口语肯定有特别大的帮助。Yeah, 你还别说啊。That's how I learned the accent. 是的。Okay, 那通过美剧学英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感兴趣、适合自己的剧。Yeah, that's exactly right. 首先这个感兴趣 your interest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剧呢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可能坚持看下去都很难更别说学英文了。Yeah, and second, choose the one that works the best for you.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有些剧可能大家都说好啊但是难度比较高那这种情况对于大部分 beginner 来说呢就不是特别友好了比如呢就像 Game of Thrones 权力的游戏好剧吧看过的人呢都说好对除了烂尾了啊、哦、没错除了烂尾的但是前面几集可以说是封神但是啊如果你想通过这部剧来学习一些日常表达呢可能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Yeah, so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for beginners?Well, there are actually many choices. For beginners, I'm gonna go with Friends and Modern Family. 常推的我就是这两部剧啊、老友记和摩登家庭。Yeah, these two are classic. 老友记自然就不必赘述了是很多人的英语启蒙剧了啊。那摩登家庭 Modern Family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剧。是的。摩登家庭它从2009年开播以来呀它连续斩获5届艾美奖所以呢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是的摩登家庭属于 sitcom, 情景喜剧、然后呢它形式又很不一样它是以那种伪纪录片的形式展开的。呀讲述一大家子啊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些琐事然后每集真的都充满笑点、但结尾呢就给它升华一下。So it's not like you just laugh about it. It also makes you think about stuff. 对，就感觉很温馨啊。Yeah. So what was your favorite line? Well, it's just so hard to just pick one. But I remember this one very well. Sometimes things work out just the way you want. Sometimes they don't. You gotta hang in there. 哇，好励志的一个句子啊。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and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here. Okay, so sometimes...Things work out just the way you want.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 work out. 这个表达大部分同学都比较熟悉啊。它可以表示计算或者说呢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like work out a math problem. 对那翻译成计算在这里肯定不合适。So work out here actually means进展顺利 something happens or progresses in a satisfactory way. 是的所以刚刚这句话就可以翻译为呢有些时候啊事情会进行得很顺利 and sometimes they don't 有些时候又并不会 you gotta hang in there 对然后你看像后面这个表达你大概率只能在口语表达当中看到了、gotta G-O-T-T-A 它其实呢就等于 have to 或者 have got to 表示必须不得不但是这是一种不规范的发音书写形式对所以呢在正式的场合啊像考试发邮件我们就不要用 gotta 不过在口语中还是相当好用的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hang in there. You gotta hang in there. 像初学者同学啊，可能认识这个 hang 啊、H-A-N-G, hang in there 就会翻译为哎挂在那儿。你得挂在那，那肯定不对啊。所以这个 hang in there 它是一个固定表达啊，就表示坚持住，是给别人呢加油鼓劲用的，就相当于、啊、加油。Right.Hang in there. 所以这句话的完整翻译就是、啊、有时候呢事情会如你所愿，有时候则事与愿违，但是呢你要坚持、嗯、是一句很好的给别人加油打气的用语，所以很多情况下、啊、大家都可以直接照搬使用。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才分析了一个句子啊，里面都有这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一整部剧看下来，哇，这个词汇量不得突飞猛进啊。是的，哎，那除了这些经典老剧啊，还有一些新剧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 Like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万物生灵。 Yeah, we talked about this show before. Yeah, 九月份的时候正好万物生灵第三季也更新了啊。我就记得上个月呢，大家都变成小羊人的时候、mm-hmm. 朋友圈里就刷到一个这样的评价，黄桃罐头治愈了我的胃，万物生灵治愈了我饱受疾病与寒冷的心。哇，那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啊、嗯、确实从2020年首季播出的时候呢，万物生灵给人的感觉就一个词儿， comforting. Yeah, rightComforting, 就相当的治愈啊。对，不抓马，不带噱头，不蹭流量，不曲意迎合，用最纯粹最自然的态度，将温暖和深情两种特质呢无限放大、嗯、让一部电视剧啊神奇般的带上了泥草般的芬芳。哇，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面临生活呀工作上很大的压力，那么这部剧啊真的推荐给大家。嗯，还是纯正的英伦腔啊，让你感受这个英式英语的魅力。对，那咱们刚刚说的都还是比较岁月静好比较暖心治愈的剧啊、嗯、So how about something spicier? Wow, 要来一点点刺激的了是吧？是的，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啊，嗯，就是Euphoria, 亢奋啊、哦，就是 Zendaya 主演的那部剧是吧？是的，赞达亚主演的啊。亢奋，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Euphoria, E-U-P-H-O-R-I-A. It's an extremely strong feeling of happiness and excitement that usually lasts only a short time.、嗯、它形容的就是那种极度愉快的心情，极度兴奋的情绪。对，所以照理说亢奋这部剧表达的应该是愉悦甚至是极致的快乐啊、嗯、但是恰恰相反，性爱、约炮、嗑药、自嗨以及网络情色成为了剧中这帮青少年的一日三餐。是的，所以说这其实是一部不适合未成年观看的青春片啊。对，哎，那说到这种大尺度的剧集啊，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就是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啊，中文翻译是女子监狱对吧？对，确实啊，这部剧的尺度确实是大到令人啧舌啊、嗯、但是它又是难得的一部我觉得是尺度和深度并具的好剧啊。嗯，它里面呢讨论了众多神秘又很有吸引力的话题，比如说有女童、嗯、毒品、变性人、种族矛盾、犯罪，还有男权女权等等。没错，所以说啊，这是一部电视剧，但是呢又像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透过女子监狱的独特视角啊，反映出了人性的底线。 Yeah, Orange is the New BlackOK, 那反正呢通过这个美剧来提高英语啊，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家根据自己的水平喜欢的类型去挑选就好了。对。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你印象最深刻的美剧是哪一部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That's all for today's podcast. This is Summer. And this is Blair. See you next time. Bye.